台语歌坛的大姐大陈盈杰，在十多年前因为借钱，教唆姐姐在本票上签下妹妹的名字，遭到法院判定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，判刑3年2个月定谳，确定发监执行。在今天一大早，陈盈杰也在他的姐姐还有好友音乐人许常德的陪同下，准时到北检报到。不过他看起来是略显疲态，还需要人搀扶，身体状况看起来是不太好的。而在下午3点多，陈盈杰也抵达了桃园女子监狱，他没有提到要保外就医，也吃了他的入监第一餐。还是会希望暂缓发监吗？慢慢从车上走下来，在大姐还有好友音乐人许常德的陪伴下，台语歌坛大姐大陈盈杰现身了。大姐说你不要吗？陈盈杰神情略显疲态，他因为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，确定入监服刑，周三一早准时前往北检报到。如果你们看到那个车子里面全是呕吐物，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，现在都是身体很严重的状况。回顾整起案件，2011年陈盈杰以要去厦门做节目为由，跟邱姓友人借了280万，但金额太高，就怕有风险，友人希望可以担保，陈盈杰却教唆姐姐在本票上签下小妹的姓名，妹妹事后提出债权不存在，陈盈杰遭法院判定教唆伪造有价证券罪，判刑3年2个月定谳。在法警搀扶下，陈盈杰步上囚车，在下午3点抵达桃园女子监狱。抵达后，流程耗费2个小时，期间陈盈杰没有提到申请保外就医，最后取得0639这个编号，住进新修建的十人设房，吃的第一餐是咖喱鸡烩饭、四季豆炒肉丝，还有金属排骨汤。我觉得我们人生在低潮的时候，其实都很像在大海的孤舟啊，听到海海人生跟波浪人生哦，一定有被陈姐疗愈到，她给台湾人很多温暖。陈盈杰前几年中风后生活无法自理，足不出户，这回来到北检报到更是不断呕吐，连身份证字号都回答不出来。入监服刑后，监所表示会特别注意他的身体状况，看护会给予协助。如今陈盈杰开始在牢里展开一段晚年人生，对比过往舞台风采，令人不胜唏嘘。记者王家马生杰台北报道。